你好，我是尹帐篷。这段时间我特别开心，因为我每天都会去到不同的地方，见不同的人，遇见不同的事。还是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，你见过那么亮堂的森林吗？我觉得再没哪个帐篷能有我这样的福气了。我是被几个小孩挠醒的，睁开眼睛是一间卖户外运动装备的店子，我被支起来做展示，猴孩子们在我胳肢窝底下钻来钻去。一天又一天，我的那些同伴们一个接一个的走了，就我还直挺挺的立在那儿。我腰椎劳损的毛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。过了大半年，某个中午吧，我眼前一黑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再次睁开眼睛，周围就都是灰色的尘土、棕色的砖块、黄色的挖土机和红色的人。这跟我在店里看到的宣传画完全不一样。我有点兴奋，因为我觉得自己与众不同。没有绿色，没有蓝色，没有星星，也没有满脸堆笑的人。气味跟我想象中的也不太一样，更锋利些，也更刺激些。它不从我的鼻孔里钻进去，而是野蛮粗暴地闯破每一个毛孔。没多一会儿，我就变得又脏又老又丑了。这种感觉真是太他妈爽了。那些去悬崖峭壁、深山老林、高原雪地的家伙都他妈的是软蛋，真正的战场在这儿啊。到底是什么地方？